是的，努鲁伊莎闪电辞职震撼了公正党。署理主席纳杜斯利阿兹敏坦言完全不知情，必须向对方了解情况。至于和努鲁伊莎关系要好的另一名党同志拉菲兹则表示支持和理解。他认为努鲁只是更积极的实践政治原则，完成改革的理想。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今天在赛程出席活动后，被记者追问有关努鲁辞职的详情。不过阿兹敏不愿多加评论。I just learned about it this morning. I will try to talk to her and understand what really happened. I got nothing else. 至于在本届党选中与阿兹敏争夺署理主席的拉菲兹，则在推特发文表示支持和理解努鲁辞职的决定，认为努鲁伊莎并没有退出政坛，而是以国会议员身份继续斗争。拉菲兹表示，他正面看待此事，认为努鲁辞职是依原则行事，以便能够更客观地为国人完成改革理想。努鲁伊莎与拉菲兹向来关系要好，两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互相分享对方的政见和看法。拉菲兹在字里行间也提到，希望党领导层能够接纳努鲁伊莎的辞呈，因为这证明了党内的改革力量至今依然微不足道。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。